即係嗰個相對咧，其實冇普遍理由嘅。啊，譬如話用翻頭先例子啊，譬如我話透視同明暗呢兩個標準咧，冇普遍性嘅，因為佢只係我嚟評價傳統西洋畫，我評唔到抽象畫，因為根據啲標準去評抽象畫都係唔相應咁樣啊。咁所以呢唔係普遍理由。咁而話藝術評價係客觀嘅咧，嘅一個意思係指出咧，藝術評價係有啲普遍理由，有普遍性，有普遍性，即係話嗰啲理由咧係適用於咧唔同藝術咁樣嘅。嗱，呢個等於差唔多呢個客觀係講緊，即係好似道德評價嗰個客觀意思咁樣。嗱，有冇人先？呢三個問題啦。咁我簡單評一評我對於呢三個觀點。我認為佢有咩問題？第一種咧，你話藝術評價主觀咧，即係如果根據頭先我解釋咧，佢根本就係取消藝術評價，因為你唔使評價啦，係嘛？如果係主觀，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話好話冇，唔使評啦，係嘛？甚至食嘢，如果真係咁主觀，咁你唔使有啲你根本唔需要啲嗰啲咩啊？食嗰啲咁嘅食評啊，嗰啲用咩？做嗰啲食家係嘛？評論啦係嘛？因為佢講同你講冇分別嘅，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佢話好食，你話唔好食，佢唔會有理由過嚟嘅。即係如果根據呢個睇法咧，因為主觀噶嘛，即係只不過佢中意食，你唔中意食咁解啫嘛，係嘛？即係同埋佢唔需要講理由嘅，咁即係等於取消評價。即係如果第一種係取消評價。你不是不可以持這種看法的，但是你要一致，如果你事實上沒有人真的真的這樣去看的，是吧？你想想，就算他講自己的藝術，他都不會真的這樣看。好了，第二種呢，相對的，跟著剛才的分析，就是所謂相對就是有不同的藝術類型，所以我們對於不同藝術類型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好啦，咁但係呢個咧，佢唔足以話咧，即係就算係咁都好啦，佢唔足以話冇一啲普遍性嘅評價標準，即係佢未足以推論出係冇普遍性評價標準。嗱，我舉例嘅話，有冇啲例子？呢就係張抽象畫啦，係嘛 ？OK， 好明。咁啊，你當抽象畫一個類型啦。OK， 你就算當佢自己有自己評價標準咯。咁咧，假設呢張係張寫實畫，咁頭先我講啲透視啊、明暗啊，你都可以 apply 落去啦，作為啲評價標準。好啦，咁但係就算咁都好咧，就唔表示咧冇一啲理由係。有普遍性就可以，又可以 apply to 呢張寫實畫，又 apply to 嗰張抽象畫。例如我話統一性咁樣啦，或者畫面嘅平衡、均衡嗰啲咁嘅標準咧，個判準咧，或者複雜性咧，嗰啲咁嘅就可以 apply to 無論你抽象畫或者寫實畫都應用到。咁即係話呢種講法咧，佢未足以推論出咧係冇一啲咧普遍性嘅評價標準，因為佢否定有啊嘛。其實佢未足以否定到啊。好啦，咁第三種客觀就話有一啲普遍理由係適用於咧所有藝術，並且咧嗱，其實仲有個我頭先留意到，並且根據理由咧嗰、那個評價咧就係、是、有一個客觀嘅答案嘅，即係呢個好嗰、那個唔好係有客觀答案。好啦，嗱，咁呢個問題就係、是、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嗰啲普遍理由係乜嘢啦 ？OK， 咁第二就係、是、
就算有啲普遍嘅理由咧，係咪就可以推論出頭先我哋講話誒佢可以對於嗰啲藝術就有個客觀嘅答案咧？咁呢個唔一定嘅。咁多人你話呢個睇法要睇佢講嘅普遍理由乜嘢啦 ？OK， 我先話討論啦。但係我想指出就係話，就算有普遍理由咧，就算有普遍理由咧，都唔一定咧，好似咁講係個評價真係客觀嘅，即係好似一家對唔要咁樣啊，有客觀答案嗰個意思啊。嗱，即係對於相對嗰個主嚟講咧，我認為係有客觀嘅，可以有普遍理由嘅，或者客觀理由啦。即係適用於唔同藝術咁樣，咁咧，但係咧又唔係好似呢個咁講咧，係可以有個客觀嘅答案。咁究竟點解有你有個普遍嘅理由，你可以有普遍理由，但係唔一定又唔一定有客觀答案咧？嗱，個解釋咁樣就係嗱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嗱，我咁睇嗱，所謂普遍理由嘅意思即係話。它是比較普遍性的，即係佢唔係限於某類藝術，佢比較唔同藝術，你都拆開咗理由嘅。例如頭先我講嘅或者未必係所有藝術啦，總之係比較涵蓋性大嘅理由啦。譬如我講嘅頭先講統一嗰啲，即係統一其實講緊嗰啲形式方面嘅元素咁樣啦。譬如話呢張畫咁樣，呢張畫咁樣啦，咁就係、是、所謂元素。就係指嗰啲色同埋啲線條啦，咁呢個組合咧就令得呢張畫統一咁樣。咁譬如統一啊、複雜性啊，因為一張畫如果越複雜咧，都越難統一嘅。又例如佢表現嘅情感啊，咁呢個可以你抽象畫又講可以講情感，你寫實畫都講情感啊，或者話。或者你西洋畫可以講表現情感，你中國畫都講表現情感，即係表現情感呢個判準其實會有普遍性。好啦，又譬如話我講畫嘅認知價值咁樣。所以認知價值即係話呢張畫或者呢個藝術咧，佢有啲好重要嘅信息而表達出嚟咁樣。好啦，咁又譬如話。我認為有普遍性的評價理由就是譬如個人的風格啦，嗱，譬如話雖然抽象畫、寫實畫可能有自己的一啲具體嘅評價標準，但係評價標準有唔同嘅層次噶嘛，咁你唔否定有啲可以有普遍性的理由嘅，咁譬如話個人風格，你都可以評一啲抽象畫有冇個人風格，或者評一啲寫實畫有冇個人風格咯，咁所以呢個咪一個。比較普遍啲嘅觀眾，或者又可以評價西洋畫有冇個人風格，或者你評價啲中國畫嗰啲畫家有冇個人風格。咁仲有就係創新啦 ，OK 佢有冇創意啦咁樣啦。又因為佢嗰個技巧啦。嗱，其實好多評價嘅理由咧。佢都係有普遍性嘅，即係佢唔限於某類藝術，佢涵蓋嘅面都好大。咁呢啲就係、是，即係我係針對相對主義講，因為話冇啊嘛。咁其實係會有一啲咁嘅理由。OK， 咁但係有普遍理由，點解又唔係好似客觀主義咁樣冇客觀嘅答案咧？點解個個評出嚟都好似好相對咁樣咧？咁樣或者好主觀咁樣咧？冇一致嘅睇法咧？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咧，我諗應該係咁樣，就係、是、當然呢個 list 我未窮盡㗎啦，你可以揾出其實有好多有普遍性嘅評價標準。咁就係、是、你睇到其實就當而家有七個算啦，有七個標準。咁但係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即係就算我同意，我大家同意曬呢個七個評價上嘅判準都好啦，有普遍性。但你每一個人去用呢啲標準嘅時候咧，我哋都賦予呢啲標準咧唔同嘅優先性。嗱，譬如有啲人覺得個人風格創新。